看图识奥特曼。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今天的打饭规则就是看图识奥特曼，认识奥特曼越多，打的饭就越多。九九，咱们两个这下惨了，我认识的奥特曼不多。我也是，我看过是看过，但是我都没记得他们的名字。不好意思，两位女同学，今天的饭呀非我莫属了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谁先上来认识一下？土豆，你先来吧。我要是一上去，你们就没饭吃了哟。都输的也是活下来。老师，我来了。行，先看第一个，请回答他是什么奥特曼。老师，这个简单，他不是迪迦奥特曼吗？回答正确。再看下一个。这是什么奥特曼呀？第二个就不认识了呀。怎么样，亚楠，认出来了没有？老师，我怎么感觉这奥特曼长得都一样呀？怎么可能都一样呀？你不认识就说不认识。那好吧，我不认识。回答正确一个，一块馒头。谢老师。下一位。就一块。九九加油。好，我尽力。几个奥特曼你们都不认识？那奥特曼都长得一样嘛。九九，你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奥特曼。这个可能就是盖亚奥特曼。对，下一个。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我昨天还看着呢，这个是泰迦奥特曼。哇，九九比我还厉害呢。不错不错，下一个。他这个姿势不就是迪迦吗？九九回答错误，你答对两个，两块馒头。两块也不错。谢谢老师。下一位。终于轮到我上场了。九九，老师你打的好大块呀。土豆，你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奥特曼。太简单了，老师，这个不就是赛文奥特曼吗？哎呦，不错，自信满满嘛。下一个。这个不就是戴拿奥特曼吗？哟，可以啊，两块馒头了。下一个。九九，土豆怎么那么厉害？对啊，感觉他都认识一样。老师，这个更简单，这不就是雷欧奥特曼吗？哟，答对三个了。我就不信这个你还能答出来。哎，老师，这个更简单，这不就是奥特之母吗？这答对四个，下一个。嘿，这不就是奥特之母的老公吗？奥特之父。哇，土豆厉害呀，这样回答下去老师的饭够吗？哎，我感觉不一定够。答对五个了，看下一个，我就不信这个你还知道。嘿，老师，你太小看我了，这不就是杰克奥特曼吗？哟，土豆厉害呀，答对六个了。如果你把这个猜出来，饭全都是你的。这个，这是什么奥特曼呀？我怎么没见过呀？这个怎么不像奥特曼呀？怎么长得像怪兽啊？怎么样，土豆，这个不认识了吧？老师，你让我想一想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呀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奥特曼吗？快来帮助土豆吧！